系啊，冇惊叔啊。嗱，近日我喺评论区睇到有啲粉丝问我，佢话基叔，你嗰部车嗰啲配置啊，同埋嗰个里面嘅装备，想去了解一下咁。嗱，今日基叔咧就带你睇下我呢部车里面嘅装备啊。嗱，但我呢部咧就系依位安底盘 3.0T 嘅发动机噶。嗱，佢呢个驾驶舱里面嘅配置啊。按呢、這个私营嘅公车嘅配置咯，已经全部有齐噶啦。嗱，来自下啲三六零监控啊，同埋防控啊，行车记录仪啊，所有呢啲基本都系有齐噶啦。嗱，呢边咧就系生活区啊啦，右边咧就系一个嗨贵啲嘅，左边咧就是一个三公斤嘅洗衣机。呢套咧就系车造电经箱噶啦。嗱，呢两张咧就系电动嘅按摩椅嚟噶，啊，仲有呢个系电柱楼啊。咁主办喺里面嘅话就唔使喺外边，主可以噶电柱楼。但呢个系微波炉嘅，晒储罐啊。但呢个咧系音响设备噶，上边嗰个咧就系360嘅监控啊。仲有呢一边系嗱，呢个就系嗰个嘅上下衣位啦。嗱，呢度下边咧就系一个储柜嘅，呢个就系洗手间同埋浴室系连贯噶啦。公车里面必不可少嘅呢套，亦都系最实用嘅呢一套啊装备啊。后影子嚟嘅，如果屏幕喺前面，40伏嘅空调啊，咁呢个空调咧就串车里面生活区包啊嗰、那个驾驶舱嗰边，佢嘅制冷量咧已经足够噶啦。嗱，咁仲有嗱，呢张床咧就系1米2嘅床嘅，正常两个人可以好适合啊。呢上边有一张吊床嚟噶，吓你需用嘅时候可以降落嘅时候，系咪再同你睇下外置嗰啲装备先？但呢度咧有个重力嘅注水口，即系日上嘅用水咧就可以经呢度去注水噶。喺呢度咧就一个系外置嘅漏柱啊，呢一个咧就系外置嘅冧浴啊，可以系日上用水咯，可以噶。咁呢台咧就系、是。啊！里外空用嘅储柜啦，喺里面煮食嘅人可以喺里面打开门，但外边人咧亦都喺外边开噶。嗱，呢个咧就系储电室啦，因为上边有一套系被白牙嘅下氧灯光电。嗱，咁呢个咧就系客水箱啦，呢、這个处理卫生间啲废水就系靠晒呢个啦。如果系你哋个位想知道我哋啲配置，但系日头嘅使用方面嘅话咧，我会详细同你哋去介绍噶。